好，来看到玉里镇呢，重视观光发展，更以人文本强化服务。今年特别编列预算，特聘专责人员为观光厕所来打扫。而这项关注度也让正明广场公厕获得花莲县政府特优级的认证。为了使服务更好，玉里镇公所今年度更编列预算，聘用专人专责，将客家生活馆、朴实馆、正明广场以及客城虹桥等四个观光厕所以及正明广场进行每天全面性的打扫以及清洁工作。很感谢我们代表会在113年度支持我们，就是编列一位专人来负责维护我们客家生活馆、朴实馆，还有正明广场跟客城虹桥下的那个公厕，希望也给正明一个很优质的厕所环境。其中正明广场厕所更是获得花莲县环保局特优级的认证，让来玉里的游客以及居民在各方面都能够享受优质如厕体验。希望就是透过之后维修之后，能够给我们民众跟游客一个更优质的公厕环境，那也呼吁在过年期间，希望我们的游客能够在使用公厕的时候，能够尽量维护公厕的清洁，也减少我们环境维护人员的一些辛劳。代理镇长詹秀聪欢迎来自全国游客到玉里镇享受全国知名的玉里面、玉里臭豆腐、玉里羊羹等美食，畅游桥头市集、客城虹桥景观、安通温泉美人汤、赤客山美景以及玉里神社遗址等小镇风情。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